开着摩托车，他以为能要出来。那小巷更焦，这个就偏保守了，走呗。有车有车，离得挺远的，是吧？没挡住。500米右转，他就跟在这个车后边，超过他了。哎，对，你倒超过来，倒右转，变道不就可以了？在这儿拍就可好了。这个车开着车门，他也知道他是停在这儿的。像刚才跟那公交车就不好，这个处理就很好。选这个小胡同，不擅长走小胡同，还选小胡同走。嗯，他想超他，就像那个这应该是个双向车道啊，不是前面这个车是几个意思呀？不想走，这是想找地方停车是吧？他以为他要干嘛走过去？这个理解能力不行，对人的这个理解能力不行，对这摩托车处理的还可以。情歌，哎呀，有70-80年代的老歌呀，哎呀，70-80年代的歌，70-80年代，邓丽君的，张国荣的，草蜢，齐秦，啊，70-90年代30年的歌，最近。好熟悉这些歌都，这70年代的半斤八两。哎，为什么往前走啊？哦，后面有个那个人离他太近了。后面有个这个推着东西的收件器的收破烂的，离太近了，他给他让路。
说我为什么往前走，没到亮灯的时候，人不一般开车不看这个路是吧？沉默是金呀、啊。确实都是老歌、啊。咱直行还是右转？直行啊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以为咱右转呢。行吧行吧。我以为右转他要闯呢。我看这个行，你看。1.4公里，他就不超这个车了。1.4公里，你可以超过去。1.46，我敢超啊，傻子。
失去，一切都失去。没看看周末吃手，平时这个地方都很堵，都不出来。哎，只要汇入主路，都不让主路。哎呀，开车还早呢，早点出事。你往主路汇，就等主路没车才能走，这是开车最基本的，不要存在侥幸。撞了他也他全责。这个车就有意思，咱们走得好好的，他想超过去，这个车想超过去查，这太可笑了。哎呀，那么急吗开车？那咱们要汇入主路，如果主路没车就可以进去，如果有车你肯定要等没车才行啊。那必须的，你这你辅路往主路汇你肯定的呀，最基本的。实线压实线，人开车很多这种情况。充电速度还可以，这个先生。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让他，哎呦，不要命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好好的去。小的时候啊，就是在街上好多的人，就是人特别多的街上，就是骑这个摩托啊跑100多过去的好多，是不是啊？后来都没有了，听说都死了，是真的。
死了很多啊。那个刚有那个摩托车的时候啊，骑得过瘾。好，我就录到这儿啊。